是一款就是点点点 点点控可以买起来，譬如说小白，但是这些孕妈咪不能穿，所以她现在还不能买，生完之后就可以了。对，其实就是因为我这次挑的东西孕妈咪可以穿的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小白就让她在家休息一天。真的真的，还好她今天去跟朋友庆生。真的，她的肚子太大，我看到都觉得有点哇。哎，第二胎真的很肚子很大。对啊，这件是珍珠圆点雪纺洋装，然后我觉得推荐给就是比较甜美，然后有优雅的气质的女性，像我这种没有气质的，就是还好吧。它是大点点，有点像赫本发饰那种赫本圆点点的感觉，然后是雪纺纱料材质，那内里的部分也是做背心式的，所以袖子会有透肤感。对，然后它交错的部分是没有缝死的，所以我会建议你穿一个 bra top 会比较适合。这样可以吧？没有没有，刚才曝光哦，刚才曝光。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在腰部拼接的地方，它不是用同布料去做，它用黑色的雪纺去做拼接，腰封跟手熟的这个很像，对，手腕布料部分的。然后这里扣子我觉得是很可爱的珍珠扣，对，它是做珍珠扣，金珠。这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很排斥。徐伟宁跟那个哦，真的哦，瞎看。我没有看到那部，我就是昨天看他们节目，我就是点 Netflix， 然后快转五分钟。哦，我把自己当古阿莫看电影，然后我就快转他。然后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但是好像是他们当初演这部戏的时候，邱泽就有说他一直都很欣赏徐伟宁。对，可是因为我还活在张钧甯的那个时候的事情。我想说他在追他这样子、很久了，因为我们好八卦哦，很久了，所以我今天就突然想讲台语，因为他一直放茄子蛋的歌，老板今天一直放茄子蛋的歌。对啊，我最近今天也很台。然后他是做这样腰，就是做他穿起来会有像腰封的感觉，所以会比较显腰身。然后我觉得穿起来就是很瘦，包含小腹跟腰身，就是整个会修饰的很好这样子。然后腰部两侧是有绑带的，那这个松紧就是可以自己调整。然后拉链是从后面穿脱，这件好看。而且它下面的就是它的内里跟那个就是它有会有一点断叉的，断叉很美。我觉得你穿这件好瘦哦。对啊，腰很细耶。是我很少穿这种，因为我不太会穿这种上班。我觉得还蛮美的耶，你穿起来很漂亮。这件有点让我意外。对，这件好看，这件你穿起来好看，很瘦哎、欸，小腹整个真不见哎、欸，不能吃太多。我们把那个绑带拉起来给大家看看好了。我觉得尺寸大概比较适合到 M 号身形，就是 M 号，因为腰这里对限制，不可能哦。对对对对对 ，M 号M 号身形的女生可能就比较不是推荐、怕会腰就比较紧这样。对，主要是腰。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绑带，你可以请阿姨把你剪掉，对，就把这个绑带，因为它还是有腰封的感觉。对，就算你没有腰带的话，还是有腰封。就是我好像比较喜欢没有绑带，我的话应该会请阿姨剪掉，不一样的感觉啦。我就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，就是在交错，也可以啊，就会比较短，然后这里就会有那个一条线在这里，不一样啊。我就是很爱劳烦阿姨帮我买一些。好。快没了吧。